师兄，方才巡山，我们抓住个可疑的女子。 我们是苍山斩妖人，资助荒山野岭，邀你横行，你一个弱女子，在此何为？我叫小玉，家住岐山脚下，只因今日家父上山采药多日未归，所以上山来寻他。既是如此，那为何被我等撞见，却要落荒而逃？ 荒山野岭，我以弱女子，只恐遇上歹人，所以……满口胡言！我等此来岐山，便是为了铲除萧王。那萧王凶残异常，这方圆百里见不到半个活人。你能安然来到此处，在下可是佩服的很呢。我。 原来是只狐妖，有你受死！且慢，我看他道行尚浅，且并未加害我等，不必节外生枝，放他去吧。寻萧王要紧。 师兄，切不可被他骗了。这狐妖极有可能是萧王同党。萧王残暴，我等也多受其害。小女子真的是过路小妖，望诸位念在我修行不一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万物皆有灵，我等斩妖人，也不是滥杀之辈，否则与萧王何异？ 师兄，不能放啊！之前的情报，并没有说萧王与狐妖一族有所勾结，我相信这狐妖的话，这次就放了你。修行不易，你好自为之。多谢。 我等此行已有数日，还没有找到萧王下落，不要东摘西顾，全力搜寻萧王踪迹要紧。发现萧王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一个时辰后，无论寻到与否，都在此汇合。是。
这人都被我下炉子练了，方圆百里遍寻不到，没想到还有个送上门来的。猎人惊魄，没猜错的话，你是萧王同党。说，萧王现身在何处？哈哈哈哈哈！萧王神威！ 是你等列祖想见就见的，今日你撞见我，注定要化为我颅内之鬼。
师弟，怀州何在？ 你伤得很重，我们先回苍山再说。陆云川带着伤重的小师弟踉踉跄跄地回到苍山，二人将此行的遭遇向掌门做了汇报。小师弟讲述了当天遇袭的经过。当日，放走的狐妖向萧王报信，萧王趁三人不备，带领一众小妖发动了伏击。 三人乱战中被打散，小师弟带伤奋力反抗，奄奄一息，直到大师兄回来接应。掌门迁怒于陆云川放走狐妖，导致师弟们遭遇灭顶之灾，将其逐出师门。陆云川懊悔不已，带着深深的愧疚和自责，将两位师弟的遗骨 送归故里。
客官且看，前方便是五里坡，沿栈道前行数里，便是河西村了。我听闻他们村里近日颇不太平，客官不妨在村中多逗留些时日，找些人结伴而行。
哎，快看快看，那道长终于开始驱妖做法了。这道长一看就很有道行。 时辰到，有请道长做法驱妖。天大命，三五成日面具，出妖妖入冥冥，气不到气通神。急急如律令，妖怪退散。 此处妖孽被我用独门秘法驱散，想必可保你们一方太平。哇！好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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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救命啊！你且快扶此妖魔呀！ 救命啊！ 贫道法号玄虚，刚才略施道法引妖出动，本打算一举收拾这些为祸河西村的妖孽，不想却被你抢先一步。除掉这些妖孽，对贫道来说只是举手之劳。不过看你刚才也竭力相助。
Hey.